是可以看得很清楚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10个老婆。
松进行练习，感觉出国了之后回来心情会好很多，真的人还是需要出去走走的，不能老是在家里面待着。有好多外国人，那天我直播的时候加了好多外国人关注我，放松进行的练习啊。放松也得放松，你就在我这儿，你是绝对放松得了的。冷，靠背。
双手，好好的体会一下，拳头放开的时候，双手舒服、放松的感觉。觉
下，吐气的时候，会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。身体很容易就能放松下来，有时心里会更加的平静。深深的吸气，再慢慢的吐气。的时候，你将会发现自己很放松、很平静，同时头脑也很清醒，好像做了一次充分的休息。好的，再慢慢的睁开你的眼睛。你是怎么坐着的呢？现在我们可以换一个姿势，家族可以，家族人满了就进不了。可以站着。好的，我们现在轻轻地闭上眼睛来。放松自己，刚才你已经知道怎么样通过深呼吸来放松自己了。现在我给你几分钟的时间，用呼吸去充分的放松你自己。现在我们呼吸好了，开始放松自己的头部。学习我这个啊，学我一下，学我一下。
坐下来会感觉很轻松，心情很平静，非常好。那下面放松你的脖子，怎么放松呢？就这样啊，然后放松脖子，然后我们继续放松肩膀。肩膀怎么放松呢？用大力一点，往上扯，连着你的胸腔一起被放松。好的，非常好。现在放松你的双手，从肩膀开始到达你的每一个手指。现在放松你的背部，来往上拉。痛。
现在放松你的腹部，我的腹部呢，跟呼吸一样，鼓起、吸气，鼓起、吸气，鼓起、吸气。好的，这样子来个十次啊，鼓起、吸气，鼓起、吸气啊。现在放松你的臀部。放松非常的简单，我们不用站起来，我们只要屁股感觉它在向下延展。谢谢杆子。感觉自己的屁股向下延展，感觉自己的臀部向下延展到地底下去了。不要用任何的力气让臀部完全的放松。从臀部到大腿，到每一根脚趾，放松每一块肌肉，非常好。这个是放松静心练习，放松静心练习，睡前可以做一做，对身体好。好的，接下来我将会从五倒数到一。我每数一个数字，你都会更加的放松。当数到一的时候，你将会完全的放松自己，感觉非常的轻松，非常的舒服，同时愿意享受放松的感觉。好的，我要开始数数了。五，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体，哪里还可以更放松，让它放松下来。享受这种轻松舒服的感觉。一，你已经完完全全的放松了，非常的轻松，非常的舒服，可以继续享受这种轻松自在的感觉。我没事儿，就是脖子有点不是很舒服。这块 What is going on here？ 没有什么事儿。我的左小腿，就是左边的小腿下面会发热，会发热。我问了一下我的朋友，我的朋友跟我说是因为这里的脖子的脊椎压迫神经了。这两天还好，这两天还好。洗头了。大家可以把礼物凑一凑，现在差的不多了，就差300块人民币了，我的任务就完成了，今天的任务。被子要换。
擦一会儿面。最近很严，擦边应该可以吧？我没漏啊。
Oh,
上开始。
听众叫德文。
讲话啦，没有人讲话。谢谢张林，谢谢，没有人讲话了吗？跟我讲话。谢谢张林，这么晚了打什么电话呀？干什么呢？小猫吗？德文，白色的那只是德文，然后这只有点胖的，这只白灰色的是英。